我操，这大哥给打了，兄弟们。出了这个，这算拉闸吗？不算拉闸吧。580除以3除以3加662，这怎么算拉闸呢，兄弟？这值钱呀。这怎么换算？855 855 50 63，897 897 16×25 400除以3加897，这值钱呀，兄弟，你拉个屁的闸呀！他跟我说拉闸了，这拉个屁的闸，这不拉闸呀？你这拉什么闸？你这不拉闸呀？伤害662，不是命中，兄弟，你是不是看反了？这没拉闸呀？你命中再报个660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假真图假图，真的假的呀？你是不是 P 了一下啊？我问一下他，是不是把伤害和命中他给 P 了一下？你是不是给 P 了一下啊，兄弟？你扫码，别跟我说什么骗人怎么怎么着的。扫码，来，扫码。这是真的，你试试是吧？行。这我操，吃屎的呢？把那吃屎的拉出来，把那吃屎的给我拉出来，把那吃屎的拉出来。刚才那吃屎的那给他圈出来，兄弟们。这武器几万块有的吧？这武器几万块有吧？这个你打15也行啊，这玩意儿值钱的，兄弟，值钱的啊，别当破烂啊。这武器估计能卖多少啊，兄弟们？哎，公屏没法看，你妈公屏30万都出来了，30万卖你呀、啊，30万卖你，你要吗？张嘴就来。咱直播间这兄弟们同时出2把，一把这个，还有一把这个，一把这个枪，一把这个剑。你们现在钱枪这么好出吗？非专用钱枪这么好出吗？现在怎么随便打一打就出来了呀？我今天下午干一下午枪啥也没干出来呀？啊，咋啥也没干出来呀？这武器要出专用可炸了，这要出专用可炸了。他这个命中也拉了，命中要来个660 640，这哥们发财了，要来个645，多个60，多个20点伤害，你他妈发财了。非专用1050伤，兄弟，你真发财了。非专用1050的剑，你知道你可以干嘛了吗？如果要是真的是650 645 650 660的命中，你他妈找 4S 店找车去了。这要是再带个永不魔，你现在也能提车，但是现在这样的话估计几万块钱，大几万块钱可能。